这车不错呀。我今儿找了一台很贵的 AMG。价值224.28万，哇，确实挺贵啊。这台车性能特别强，而且做工也很精致，但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没有让我怦然心动的感觉。你老了呗。走吧，试试。走，带你找点感觉。走。哎，麻将后边，坐后面才有感觉。这台车呀，哪哪都挺好的，但就是工程师把想给你的东西都给你了。但作为一台 AMG 四门跑车，它到底该不该是这样子？之前咱俩测试过 AMG GTR， 还有 AMG GT， 咱们都测试。对呀、啊，这个车确实非常快，从数据上来说就已经完胜他们了。对，它有它过人的地方，就是百公里加速只有3.2秒嘛。对，是吧？你看你现在坐在后排，你的 GT 的风格，你后边有两个座，对不对？我副驾驶还有一个座，这就是 AMG GT 四门的风格。但是你既然已经有了后排，干嘛不让它坐得舒服一点呢？普通的 AMG GT 四门其实后排舒适性是完全 OK 的，就已经够了。但工程师还要硬生生的非得出了一台63S。对呀、啊，我的座椅现在硬邦邦的。GT 的感觉不就是？我为什么可以让三个人尖叫的时候，我干嘛非要让他一个人尖叫呢？所以 GT。这个四门版就是可以允许三个人一起尖叫，但是我这个后排真的很不舒服。这个车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对吧？对呀、啊，你说这个氛围啊，这车还有很多的氛围灯，小粉灯、小紫灯。而且这个车其实工程师已经想尽办法让它变得很轻盈，譬如后轮有转向，譬如在整个的四驱系统能够帮助它有一个主动的转向的过程，譬如有很好的这种碳槽的刹车，对吧？这么大的车在山路里其实也还挺轻盈的。我觉得造这个车就是一个字儿，就是快，足够谁干谁。哎，足够了，就是直线可以超越任何的车型。但你说你给我这么大个一个车，我要那么快真的有意义吗？我开这台车第一感觉就是一台很经典很经典的 AMG。 我没拿到这台车我就觉得它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结果我开到它之后，它确实就是这个样子，没有惊喜，你知道吗？也有惊喜，腰疼，腰疼算惊喜吗？对对对，这就是惊喜，因为 AMG 的座椅一向都这么硬，然后这台车也是如此。对，而且我觉得方向盘有点太大了，你看我这个转动的这个状态，半径有点长。不过你要考虑这么大一车，如果方向盘特别小的话，车其实操控反而更危险。你看。我后排准备了一个多媒体的屏幕，我还可以看 AMG Performance， 我可以实时关注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然后我还可以关注它实时动态数据、扭矩分配等等。你说对于一个乘客而言，搞得跟前排的驾驶员一样。所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可以让三个人尖叫吗？你知道他在北京京港国际赛场跑多快吗？有多快啊？1分12秒。我真的已经非常快，非常快了。你要知道他的体重很大。对呀、啊，确实体重很大。我查阅了一下，有2220公斤。这个车日常开啊，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实话说，就是长时间来说，座椅确实挺硬的，有点腰疼，但你很享受，而且它给你的那种氛围的这种营造啊，它让你挺享受这个过程的。不过确实回头率也挺高的，因为确实也挺漂亮。我觉得你老说这没有乐趣，要不这么着吧。我现在带你去赛车场，你在赛车场开两圈啊，你感受感受，能不能感受到你对真切的回忆？
道这是一台 AMT， 我们理应把它开到赛道上，但是我又不太明白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我的意思是，这条赛道对于这台车来说实在是太小了，根本发挥不出它的实力。哦，好吧，现在我们把模式调到最残暴的 race 模式，然后变速箱切换到纯手动模式，开始。这就是 AMG 二档，这个二档弯简直对他来说，我觉得三档完全足够了，因为这个动力实在是很猛。刹车，二档出弯，加油！三档出弯。这就是 AMG 给我带来的感觉，刹车，刹车，我的心脏都已经快提到嗓子眼了。五档，这个重刹车真的简直让你的心脏快要爆炸一样，我觉得这就是 AMG， 这真的就是 AMG。国安的侧倾支撑也很棒，这台车让你开起来可能第一时间会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动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好在这四条轮胎的抓地力还是非常棒的，因为米其林 PS Cup 2的轮胎抓地力还有后轮宽度已经达到315。加速，它与普通的 AMG 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第一感觉可能并没有，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开始上来对这台车并没有太浓厚的兴趣的一个原因吧。我觉得与其我花200多万去选择这样一台车，和我开一台100万多一点的 C63S 又有什么分别呢？其实他们都是原始的 AMG 的感觉，就是加速性能非常的残暴。 AMG 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动力，发动机它的动力感觉非常的强，会让你心跳紧张，在直线上会让你疯狂的踩油门。但是这种过重的车身对于轮胎还有刹车的负载实在是太大了。不过对于一款四驱车来说，这台 AMG GT 四门版还是能够给你带来很强的安全感。比如在这个弯三档，我以这个速度出弯的时候，如果 C63 给油的话，车尾的已经甩起来了，而这台车并不会。所以这台跑车别看它的体重很重，身材也很大，但是它的整体平衡性做得还是非常好的，尾部的跟随性，弯道的抗侧倾能力都要超出你的预期。但是这条赛道真的太短太短了，我的油门踏板刚刚踩到底，尾速就已经突破了180，然后我就要进行重刹车，我觉得会让人有些不尽兴，玩得不够嗨。如果去上赛那样的大赛道的话可能会更爽一些，但是买这种车的人又有几个会下赛道呢？所以真的，我如果有这么多钱的话，我可能会去选择一台 C63。 它给你的第一感觉都是 AMG， 开起来其实也差别不大，而且剩下的钱你还可以去买一台普通的 AMG GT， 所以没有人会看着它去下赛道，所以这种车可能只有试驾一下才能体会到它的多面性吧。还车之前，我突然觉得这款 AMG GT 63S 可能不仅仅是图腾。起初我怎么都没想明白这款车存在的意义，既是四门 GT 却又毫无舒适性，既是赛道调教却又拖着2220公斤的沉重身躯。
思来想去，或许它就像 C 级、E 级、S 级，甚至其他 SUV 车系都有六三系列一样 ，AMG GT 四门系列也得有六三 S。又或许它就是为了对标保时捷 Panamera 的高性能版而生。总之，不管怎样，有些时候生活就是让你无法理解，但是经历之后，又不得不让你赞叹它的伟大。这就是 AMG 给我带来的感觉，这心脏快要爆炸一样，我觉得这就是 AMG。